重量都在这里，一久呢，这里会酸。坐的如果椅子在后面的时候，你屁股会往后找椅子。你看我弯的是我的髋，稍微我的重心在这里，时间多一点会比较酸。人会老，会不会这样？会，重量都在这里，一久呢，这里会酸。你在蹲的时候有两个重点，第一个他椅子放的时候安全，这件事情是他知道他坐在椅子上，他会直上直下，屁股弯，膝盖弯，身体同时弯，坐下来，我这里才会保持正中间。那如果说椅子在后面，这叫什么？硬举。我重心在哪里？肩膀、头这里，对吧？那如果说我这样蹲，拿东西，我重心是移到这个位置，可是我不会往前弯，我是核心收紧之后收，屁股夹上来。为什么有些人他在蹲或者是下去拿重物的时候会拉伤？因为他是把带长了，不是用脚，脚是撑着啊那样。那融入生活才是关键，所以有时候我会把他生活情境放在里面，比如说他可能会拿什么东西在地板上，小孩玩具放在地板上拿起来，从此之后他就带小孩东西收好，因为他不想再捡。